谢谢，南鄂清寒，老子真可爱。每个人的灵感来源都不一样。我还在发光呢，看着没，在闪光呢。绝对不要低估斥候戒律的威力。跳舞机啊，来！不能说明一切，体型并不能说明一切。体型并不能说明一切。这谁？我以为对面来了呢。这是原皮，这是原皮，这是原皮。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一个完全老成、不带一丝天真的灵魂。权志龙，凶你，你不敢抽奖了，没有凶你，这哪是凶你呢？真是的。嘿，想不想听听你自己的歌？没事，抽吧，随便抽啊。本直播间绝对没有内幕，是我一个评委。而我在努力的听。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啊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人们只会爱上不属于他们的道理。平A套点盐，双翼禁锢，吃血药。谢谢孙悟空蓝林汉啊。也许我该换首歌了啊。这被演出而吸引，因为感召而留下，这就是电刑嘛。爱了爱了，不是菜，这就是带冰川征服没伤害，这根本就不是菜，你知道吗？来吧武技大师，我把他杀了。我说我不带冰川征服，我那有冰杖，非得让我带那冰川征服，有个屁用啊！即使在梦里，我也能听见他们在唱。走，赶快一波！感谢瓜皮鹏鹏，我看看啊，这波有七个老板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啊，还有最后一分钟。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，马上开奖了。你在这测试服玩这种预判英雄，我跟你们说可难玩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是预判不到，你这有的时候。积木掉线了，积木。我把他杀了，来来来来来，给我杀了他，中。感谢是伊娃呀，老莫干辣啊，我劝你还是别过来，中路没了。我先来一个法师装备。很久很久以来，我听不到人先来个这个声音，所以我把它们也变成了我的一部分。好厚的盾呢，这是双重施法呀，那肯定厚啊。感谢老板们的飞机，还有四秒钟开奖啊，最后四秒钟。恭喜南鄂清寒，你看我就说嘛，不能老会中奖。运气有好有坏的呀。当然如果送的多，那肯定中奖概率就大。我来了，他死了。还有我们的未来，我能做的
只有为他们唱起挽歌。戏命师怎么回事？戏命师，嘟嘟。我能加血。又是新英雄，没错，又是新英雄，很简单，这新英雄 Q 就是 Nico 的 Q，W 就是扇子妈的 W，E，E 我不知道。来禁锢。先禁锢，先减速。强拍要是不伤感，之后的欢快就显得太平淡了。扇着妈的 W， 是啊，加速啊，琴女也不加速啊。扇着妈与琴女的结合，小安妮儿。这E好远啊，你让我摸一下。哎，就不应该带着冰川征服的，没有用，兄弟。这玩意儿能 A 人，其实很少会 A 人的，就即使 A 到人你也E不到，你知道吗？那咋溜了呢这？整个冰杖其实就行了，安妮儿走位不错呀。不过我的这个施法距离比他远，回家了，没有蓝了。呀，我为啥没出知天使啊？我为啥出了个这么个玩意儿呢？我像精神病似的，我出这干啥呀？呀，没事，我们可以出个黑科技什么熏蒸器啊，再可以出黑科技熏蒸器。我们先来个大天使，大天使，大天使是哪家呢？大天使推荐嘛，推荐这儿呢。先来个大天使，有时激昂，有时婉转，有时又会让女神泪。女神泪就400块钱呢，什么玩意儿呢？农场主攻击对小兵，附带额外5点伤害，技能命中敌人会消耗一个充能3的，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。只要我一上手，节奏就不会跑掉。谁？噔噔，没中，中一下子吧，还不中啊？我马上到，兄弟们。安妮儿搁里头埋伏我呢，我们千万别过去啊！谁过去谁咋的？嘟嘟。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哎。干什么呀？在莫干拉。吃药点人。没加伤血。哎呀，嗨呀！哎，大天使不是神话吗？哦，大天使，哦，大天使不是神话啊！
原来如此，那跟我们这不冲突，好吧？不是白银，这就是卡的慌，你知道吧？这玩意儿技能放不准，这很正常。这怎么的？摇头了？你开始？你玩你也卡，兜儿。这把我附个 W 呢，我试一试啊。勾他，中！好样的！闪得快呀，蜥蜴狗！跟着我的声音，吃我一个平 A， 打不过，快跑快跑，有点痛。干啥呀？打他！哎，勾！这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安妮儿绝对的不卡，这安妮儿绝对是国外有那个住国外的那个兄弟。谢谢，你们是最棒的观众。这安妮儿肯定是不卡。我差点钱出神话。好嘞，给回家，不行，差100块。别人的声音总是比你自己的更容易听见。兜儿。五，好，71，回家了。演出告一段落，接下来是返场时间。这把我将会一次不死，看着啊。这个英雄啊，哎呀，这英雄这装备出的有点毛病，我觉得。出鬼术感觉也不得劲儿，出啥呢这？出炉灯的激荡啊，出炉灯又有点脆，你知道吧，我就感觉有点太脆了，就那瞎子两脚就给我踹死，现在爆发又高，嘟嘟，别上了，别上了，别上了！只要我们不直线走，他一定打不着，知道吧？只要我们不直线走，兄弟们，他就一定是打不到的。好勾。先来个平 A， 放个 Q， 安妮儿重减速，点炎，好，闪现 Q 应该死了，问题不大。哎，这安妮儿都没死啊！这波给盾啊，我们超级兵吃药，好，点灯。来，往哪走？
信吧，他居然打我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，我以为他能打武器大师呢。我觉得我这装备出的不对，我就第一件我就不应该出鬼书，我这鬼书出的有点毛病，你知道吗？鬼书不是神话装备吗？鬼书，鬼书是他妈传说装备呀！我靠，我以为神话的呢，出错了，兄弟们。出错了，第一件出传说装备属实有点傻逼了。我们出炉灯的激荡这把，你才知道，我才知道啊！吸地不够，蓝太少，那肯定的。那第一件出鬼书，那谁吸地能够啊？谁蓝能够啊？我寻思鬼书是神话呢。没事，后边再补吧，没关系。大天使不行，不要了。我上把吸地老快了，我这一个吸地快的都不行。这边两条龙了。强拍要是不伤感。之后的欢快就显得太平淡了。这把咱能不能时间回溯一下，回到最初的起点，我想换件装备。出错了，兄弟们，这波地图上没有人，我挺害怕的，说实话。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为了生存而抗争。完了，这仨兵补的我脑袋都疼。我能不能单杀这安妮儿？我想一想啊，我们尝试一下，好吧？先看看这右边有没有人。其实我们可以尝试一手。尊敬的观众们，请不要把我的歌词错当成我自己。我们一套技能打他，应该是没啥太大的问题吧？算了，我还是去下路打团了。快走！nice 呀，我天，大师，有闪吧？给大来！哎，这咋没死呢？我吐了！你不可能压得住自己心底的歌声。追他，给我追他，给我追他，往哪跑？每个人的灵感来源都不一样，还能让他跑了？就来自于每个人。我就不信了呢！给你加速来！他还真跑了。人们只会爱上不属于他们的倒影。装备出错了，不行，我要没出错装备他死了。这属于一个 poke 辅助英雄。死的有点快呀，这小积木。不行，中不了，回家了，没蓝了，蓝太少了的。我想把这大棒卖了，你们有意见没？
我要把它卖了，我把它卖了，我赶紧来个炉灯的激荡啊！我没有炉灯的激荡，我又活不下去了。这大棒子再不卖，我们就崩了。这把好像挺势均力敌呀、啊，我这一看呢。好，给大。一换一可以接受，挺厉害呀。又是一波一换一，出门。兄弟们，这波小龙咱得要啊！什么也比不上一首好歌。你确定我下来不会死吗？我走了啊，这别再死了，这就不合适了。反正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带波线儿啊，带线儿怎么带？首先先放两个 Q， 再放一个 E 清一波，再一个 Q 找我走位平 A。平 A 禁锢住，接个扣，给大，给灯啊，给灯灯呢？没有灯吗，兄弟？来个炉灯的激荡，江苏南京给我打电话。喂，神经病！武器大师是不是有点无敌了？给我整个蓝 buff， 要不然我这 poke 实在是没劲儿，没有精神了。这1250。我就发现你们有些人就是很烦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气不够了，真的挺烦人的，你知道吧？我玩呢，一开始，哎，咱们说这冰川征服不带，然后呢就说不带就取关，我说那带吧，正好带试一试。带完呢，装备出错了，本来就新版本。妈的，打着美色符又卡。然后呢，没啥虚区，啊，就说菜。你看，
好不讨人厌，你说烦不烦人？武器大师，漂亮，武器大师给我抡，可以，武器大师已经无敌了啊，四杀，漂亮，没说你猜说英雄不行，那不还是说我不行吗？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没有弱的英雄，只有菜的召唤师，那不还是说我菜吗？我的歌也差不多是这么做出来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我再也不听你的了，你伤到了我的心，我的心凉了。十甲虫，我好长时间没打过十甲虫了，我看看。别人的声音，你自己能听见。这炉灯的鸡蛋可以。这炉灯的鸡蛋可以用，这个时候啊就得来个美甲的切魂卷了。有些歌是从一个韵脚开始的，有些则是一段律动，而我的歌是哎呦我武器大师，龙谁的，哇这武器不是吧，这么往上冲啊，兄弟们有没有虚区啊？哎，怎么的？这不行啊！这不行啊！这一套大控制加虚区不行啊！不行吗？给你加个血来，让你看看什么叫烧，一会儿啊等我那个冰杖出来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烧，兄弟，那爆发肯定是不行，爆发不是那么特别高，一般般吧，但想秒人其实也是能秒的。这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恶魔之拥，亚扎卡纳的凝视，对一名敌方英雄造成技能伤害时，每秒受到70%最大魔法伤害，2%持续四秒，持续期间会获得护甲魔抗影响。这给谁出啊？跟着我的声音。给我呀，嗯，男人，等会儿啊，我把伤害给他打整出来啊，由于这个测试服啊有 bug， 所以我这伤害都没调，来把这狮子狗给我魅惑了，而且这英雄这个英雄平 A 还是非常远的，你知道吧？
一个小平 A。就是这弹道有点傻逼，这平 A 弹道太傻逼了 ，A 出来可费劲了。下一把啊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恶心。